我决定，我要投降。林志明，你来投我伊啊！姐，姐华，你精神啊？是啊，姐，所以你嘛爱精神哦，你千万哦。 唔通去支持这江宏杰香槟赌鬼啊！建华，我是伫咧甲你斗相共的，啊，若无甚物啊，到这么严格叫暗藏，也还阁唔知讲动地的人哦，是姚明珠呢，你莫好人歹人分袂清楚。你真正是死硬硬嘴皮呢啊！啊，你叫是讲真正拢无人知影你甲赵天宇的计划？建华。 你安尼讲是啥物意思？姐啊，把我弄着的人哦，不是民主府人啦，是赵天宇。我骑车骑啊好好的，啊赵天宇哦，雄雄把我弄一下，害我痛到险死死昏昏去。我是痛到目睭拢白袂金的，啊后来江宏杰就出现啦。你讲你目睭白袂金，那你是安怎看得过来？ 我目睭白袂金，也毋过我耳根也是听会着啦。你的声吼，遐尔插鼻着，我听一届就记起来啊。姐啊，就是江宏杰啊，甲赵天宇，甲我搭落去山骹的啦。后来我虽然毋知影人啊，啊毋过我想吼，可能这民主夫人后来有甲我弄着淡薄仔啦，啊有可能是江宏杰，啊是赵天宇。 你边仔录影，然后才提出个影片来威胁民主妇人，所以今仔日伊毋才有机会甲志明拍袂手。所以你真是毋是我弄着的。阿姨，你也是，现场刹车痕迹嘛是你留落来，毋过这么短的刹车距离，无可能甲外在弄个遮尔严重。 我透过话术的手法，才知影，真正的肇事者是赵天宇。那是你，江宏杰，你是共犯。我愿岁月换红颜。真正的肇事者是赵天宇。那是你，江宏杰，你是共犯。江宏杰。 你阁有啥物话通好讲？道胜湖，我嘛无想要听。我决定，我要支持林志明。林志明一票，这个投票结果，林志明5票，江宏杰4票。 本届三总理事长由林志明当选。是。我不好，这条选举有真大的问题，不是商会会员、应用会员投票。 我要照定数，提出抗议。咱的董事代表，江宏杰，拄则说明伫咧你这边的时阵哦，嚣摆到要飞上天吼，即摆规天顶上来尔，全咧等伊等倒，讲选举无效，我想你妈妈可能是袂记从这风度生下你的款啊。你若是想要抗议做你去啊，也毋过我想啊，应该是无人参。 这个代志，袂安尼艰难做，应该我会记。快点动咯，下。我无动袂用的。拄则我有讲你是赵天宇的共犯，你有听着？证据嘞？人证伫遮，物证当我了了赵天宇的时阵，我就知影。 对嘛？
叫你配合，跟我回去接受调查。别看我，有什么代志，另外就是。像你，好，今麦就跟我回去，有什么话叫你的律师叨叨叨。好 ，OK， 起飞啊，拜拜，起。志明，真歹势啊，借我过。心动不要紧啦，误会哦，及时解决就好。对啦对啦，这我真心的时间吼，是三太子决定的，这就代表要让咱会当心中正义，打击罪犯啦。大兄，大嫂，歹势啦，我唔是条街要甲你温骂。不要紧啦，安尼后界吼，阿姨就变过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啊。嗯，那我抛下。我叫招财房的啦。啊，我真心啦。啊，你坐起你大位，这都叫做双喜临门，干唔要母甲车爷的？哈哈哈！佳玉，来。是志明找你做定，不是我、啊。所以就爱你来送啊。老公，恭喜你。阿婆多谢你，我就跟你讲过啊，你一定要带我来。时阵哦，我惊到拢唔知影人啊，我唔知影要安怎做才好。我嘛真想要救你啊，啊，不过我看你无喘气，嘛惊我家己爱担责任。啊，即马讲较济拢无路用啦，嘛无法度表达我对你的亏欠。所以，即声实的，我请你一定要接受啦。明明知影安尼做会对不起别人，是安怎搁爱做？即摆大家拢知影真相了后，才来回死你，敢有较好看？姐啊，啊，神灵拍鼓有时错，脚步打岔，啥人无咧？人总是哦，有一两届会做出一挂失去理智的代志，这代志哦，准拄煞啦。伊开车弄着你，见死不救，这是事实。刚刚就安尼耍出去，是啊。那无，别人哪会知影？我外在有特殊体质，会当防护遮天，大难不死。这若传出去，我落有面子嘞。嗯，明如哩，这个代志哦，阮这边出去嘛袂乌白团，做你放心嘛。阿姐啊，阿夫人的实力哦，我袂收啊。心道，阮阿姨哦，伊嘛是叫蒋凤杰威胁，伊毋是安尼做，伊毋是讲故意后尾阮妈是真诶啦。啊，今日做毋对代志诶人是蒋凤杰啦，嘛希望讲心道你会当大量大量，手势也无关，莫讲阿姨计较，就莫对就好啊。心道诶，志明讲了无毋对，拜托你考虑看卖。心道。阿姐啊，你看，所有的人拢甲你高价个安尼啊，你讲唔答应？你即摆唔答应无要紧，飞伫转去的时阵，我会甲嘉文做伙甲你撸到答应为止。你若唔答应，就是破坏我甲嘉文团圆的气氛呐。哦，我即摆受伤啊，即摆上需要嘉文女神和我的爱，甲我照顾。敢讲哦，你无希望我赶紧完全恢复呢？我是唔甘你，煞予你讲到袂输歹人同款，伫为着你太太。我上好也是莫遮尔加步啦。啊，所以这代志就准拄煞吼。心
当的，多谢你。李夫人，你真有福气。虽然你差一点仔，还证明无法度动算，啊，不过这个时势，也是愿意包容你。一家人会当团结，真幸福。希望你嘛爱笑好。会啦，姓邓的，多谢你大恩无大量。爸，那呢，我就来走。建华，啊，你跟我做伙去病院。我都好甲差不多啊，安尼搁要去病院哦。哎呀，搁再检查一遍，我才会当放心嘛。我会请嘉文啊，做伙去。嗯。安尼，啊好，安尼，即马随来去，我先来啊，好，再见。哎，谢谢你啊，哎。哦，我家都上等等来走，阿华在该先等，伊嘛走啊。走啊。这样紧就走啊？什么精彩？我要看呀！投票拢投完啊，还佫唔转去要创啥？今仔转来啊，是讲哦，巴肚雄雄感觉最枵的，老婆你会枵无？嗯，会哦。会哦。啊，那日咱哪行吼？哪想看卖，连要食啥，庆祝。先生，阿姨互你顾，唔通顾我无去啊？老婆，行。哎呦妈！上艰苦迄关已经过啊，已经无代志啊。啊，你的心内就莫讲内容啊，哈。行啦。哎，大兄，今仔选举的过程啊，真正足刺激的。啊，你迄个时阵，敢有想过你有可能会选袂着？嗯，我即摆巴肚做枵的啊，无多想代志啊。啊，是讲啊，你若真用着，替我想看卖，连要食啥？哦，好啊，啊，咱大家做伙想啊。小水饺好啊啦，咱应该加全水饺，大家赶快加快。水饺好啊，啊，你负责包。我再替妈鉴定看卖吼，看你包的水饺有退步无？那安尼，我打电话给所有人，叫伊准备食材。是讲，若食水饺哪无够呢？无点要阁买一寡小菜好啊！哈，猪头皮，我要海带。好，我阁买小鱼辣椒，阁有可乐，啊，阁有啦，酸辣汤。我妈上爱啉酸辣汤啊！我偷偷甲恁讲哦，我妈啉酸辣汤的时阵啊，我甲阮哥拢会去甲伊偷笑，我拢会讲伊哦，就是因为上爱啉酸辣汤，所以讲话才会又酸又辣啦！啊！他想啊，我妈老惨啦，可能是在梦游啦。这礼物看起来足吉祥的，你摕来拜神明吼，一定有福气着。啊，搁有啦，迄顶面写伊啊，写后袂输要冲位天顶去，迄念起来嘛足有气势，就亲像放炮仔共款啦。哦，这摕来拜神明哦，神明一定足欢喜，欢喜到发怒。这就是咱本店推出应景吉祥礼盒的用意啊，除了好听、好食、好看以外，送的人有面子，收的人有福气。希望每一个吃到、收到礼盒的人，会当伫咧新的一年，得到抱仔声，赚到银仔角，吃完糖啊，单棒炮啊。对啊，而且哦，迄个礼盒哦，做啊亲像炮啊同款，看起来足有喜气的。今日一切顺利啦，咱做伙拜拜，感谢神明保庇，嘛甲林家公妈讲些好消息。
感谢天上星标保庇，予地主林志明顺利当选第十届商业总会理事长。即摆选举结束，也希望所有风波到这为止，大家拢能平安顺遂。地主林志明，感谢新闻。今仔来去包水饺，食水饺。阿婶，等下就看你表现啊。人你嘛要欺负我？我予你顶一下手个，哪有算欺负啊？恁做恁开讲啦，我去灶卡看许水饺盒准备好啊袂？大兄。啊，是安怎拄只投票投完了后，你敢那足无想要讲这件代志啊？小小你想啦，啊，伊今仔日安尼是扣蒋宏杰威胁的，用这个票投给蒋宏杰。代志变到安尼，其实阿姨哦，心存足大压力。咱若继续讲，阿姨压力更加大。你无看因大兄上车以后，敢那问咱要食啥，这就小替阿姨设想。对，也是老婆你较巧，嗯。是安尼哦，哦，恁无讲我拢唔知影呢。哦，两个人真正足速配哦，大嫂才嫁予大兄尔外，就比我搁较了解滴。嗯，当然啦，因为你就是屁孩。啥物屁孩？我一定嫁翁啊呢。对，你就是结婚了的屁孩，同款是屁孩。妈，你拄则拢伫外口偷听吼，嫁翁的人搁遐尼狡猾。阿姨，代志过去啊，咱就莫搁加讲啊。是讲你要讲啥，我拢知影，无需搁讲。哇，大兄就是大兄，有风度。我甲你讲哦，有风度的查甫人上缘投。嗯。莫讲遐啦，阿姨，水饺阿若是准备好，咱台落来包水饺啊。对对对，恁甲看，用这哦上应景的喜气礼盒一摕出来哦，就随有元宝会当食，这就是福气条。我相信咱林家伫咧新的一年一定会旺旺旺旺到飞上天。